我覺得除了是我們生日之外，就可以跟一些人 share 一些我們的 joy， 我們的 achievement， 或者是我們的理念，同事很開心，很支持，那就多謝他們。这个世代里面，我想每一个学生上网学习都是百科挖缺的，而正正我们的学生也都有很多不能够享有我们一个就是宽频上的服务，去提升他们自己上网的学习的质素。而透过个 HGC 今次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提供了这么多个名额给我们一些受助的对象的话，我相信他们接下来的学习发展上面是会更加好，很有意义，很开心，多谢你们。对小朋友学习可以很帮助的。当我见到陈校长度有个免费的上网宽频，我见到真的很开心即是上网的时候不用说要去其他地方找资料这样咯。多謝曬你哋。佢可以透過電腦啦，學到唔同嘅知識咯。因為而家都有網上做功課啦。長遠嚟講咧，對佢嘅幫助應該係好大嘅。多謝 HGC。